大家不要老问我同样问题，我准备好一定会跟大家宣布。好，不懂，接下来有要跟柯文哲整合吗？因为柯文哲说他会参选到底，你怎么看他这个回应？答案什么时候可能最快跟大家讲？你说要不要参选？问自己，那最快可能什么时候跟大家说？我必须要讲，我觉得台湾的问题还蛮多的，我要到处去看，我看还是不够。我想让我好好看一看啊，我的团队整理一些东西，我一定会适当的辞职。大家如果希望台湾改变，我还是一句老话，台湾人民需要改变，改变带给人民希望。那有跟柯文哲整合吗？因为柯文哲说他会参选到底，